大家好，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左荣写真馆，我是左荣。今天我们左荣写真馆的有声有影单元，要借由日本时代的五首流行歌曲来谈一下当时主流乱来自由恋爱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而言，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恋爱，在1920年代呢，还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从清治之后开始，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的终身大事就是借由媒人穿针引线，然后呢全部由父母做主。日本时代呢慢慢出现迷爱，也就是相亲相亲啦，或者是凭着一张照片就要决定双方的终身。事实上呢也的确发生过用假照片来诈骗的这种状况，这应该是人生当中最严重的诈骗事件了吧。日本时代的法律，婚姻是要由家长同意才算数的，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家庭而言，自由恋爱根本等于就是胡搞瞎闹。但是呢，思想是自由的，就算现实上面不能够像这一些恶鸟还有恶狗赶快去公主游乱来，但是呢，听听歌总可以吧。所以流行歌曲呢，最多的主题就是爱情。我们就先来欣赏李林秋作词、王云峰作曲、张传明演唱1934年由古伦美亚唱片发行的《不敢叫》。天下一波用精神，有人不着点心，风看到伊一面，亲像阮来临。人不少，人可量咱吃苦药，哎呦，心头被破掉。自由恋爱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有邂逅。这个时候，可能有些观众会立刻联想到同学之间的这件事情。No， 拍谁哦，拍谁？日本时代呢，中等以上学校全部都是男女分校哦，所以没有男女同学自由恋爱这种机会啦。由于1915年总督府开始禁止缠足，原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台湾女性不仅可以上学，同时更是大批大批的进入职场。到了1930年代，台湾女性大量出现在各种工厂，或者是担任教师，或者是当起电话的接线生，甚至当时都出现像我们画面当中的女性的公车司机。那么当车长小姐就更不足为奇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男女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当时男女的相识可以透过朋友的介绍，或者是在公车火车上面的偶然相遇，特别是固定时间的通勤或者是通学的这段时间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上面。但是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不敢叫》这首歌里面，歌词当中提到最让人心头皮破掉，就是让人惊鸿一瞥的在街头上面的邂逅。就像影像中右方的男子，因为有女性跟他有人小相心，怦然心动，差点扭到脖子。好，有了邂逅，接下来最理想的模式就是要进入热恋。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李林秋作词、邓宇贤作曲、纯纯所演唱的1935年由古伦美亚唱片发行的《我爱你》。我爱你，我
从1920年代开始，谈恋爱这件事情还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如果像纯纯的歌里面一样，直接说我爱你，可能一开始就会把对方吓跑。1937年10月的《风月报》杂志里面有一篇摩登生活学讲座，就是要来教大家约会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在男性方面，其中建议切勿问女子芳龄，不可在她面前赞美其他女子，不要把牛排炒面拼命往肚子里面塞，不要跟着她逛橱窗，以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哦，这个就太有智慧了。还有，不要忽略巧克力的威力，精选的鱼饵是钓鱼的第一课。还有，切勿把头皮屑留在头上，即使是偶像的头皮屑也不值半毛钱。好，恋爱除了热恋，那么最常见的另外一种就是单恋。现在我们要欣赏前面那一首《我爱你》的另外一面，也同样是由李林秋作词，邓宇贤作曲，纯纯所演唱，1935年由古伦美亚所发行的《你爱我》。我一直觉得这张唱片非常有趣，我爱你的反面就是你爱我，那这不就是道尽的青年男女他们的状况吗？而这一首你爱我的歌词，李林秋写得非常优雅，而且非常深刻，很厉害。他说，春到花开满身边，独阮含泪不对期。特别是下一句哦，那无露水飞蝶死。天哪，这个歌词已经把单相思的痛形容到最高境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痛了。好，我们再回到《风月报》里面，他除了提醒男性之外，他当然也会提醒女性约会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例如用词不要太明显，暧昧反而能够美化女性，不要轻忽 No 这个字的价值，不善加利用则前途暗淡无光。还有，不要忘记害羞的魅力，假装害羞也是一种方法。不要去谈太现实层面的话题，例如我已经便秘三天了。还有，不要自己付钱，别忘了男子的阔绰仅限于婚前，这个是真理哦，所以女生要听哦。关于约会的场所，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是由周若望作词，周天旺作曲，由纯纯所演唱。1934年由古伦美亚唱片发行的《恋爱的路上》。刚刚我们听到《恋爱路上》这首歌，描述呢在公园里面男男女女谈情说爱的画面，自由挂百变，恋爱大扩张，爱情大减价，打着自由恋爱这个招牌，爱情大放送，爱情大拍卖，充满了正当性。日本时代的约会圣地首选就是公园，为什么？
因为公园就在都市里面啊，交通方便，环境也不错，所以每到了傍晚，就像歌词里面所提到的凉亭树下处处充满了缠绵的景象，所以呢，如果你太晚去就会抢不到位置哦。除了公园之外，去水道啦，或者是去河道划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重点是两个人在同一艘船上，所以呢，对方呢想要躲也躲不掉。比起昏暗的夜晚公园，感觉好像是阳光又健康，非常适合家教良好的男女。但是男士们记得衡量自己的体力，不要说来回两盖没问题，滑太远到时候滑不回来就糗了。这种阳光下的约会还可以选择登山郊游，充满了恋爱的正当性。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去一下电影院啦，去吃茶店享用一下甜品饮料，是一个非常讨好女性的一日行程。今天最后我们要欣赏的浪漫爱情歌曲是由陈君玉作词，邓宇贤作曲，纯纯所演唱，1933年由古伦美雅所发行的《想要弹钢条》。我们刚刚听到《想要弹钢条》，光听这首歌曲的曼陀林手风琴的伴奏，是不是就充满了粉红泡泡，心旷神怡呢？日本时代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约会圣地，那就是神社。谈到这里，您心里面是不是在想，哈，神社？神社不是充满了军国主义色彩的地方吗？如果您这样想，那您可能跟您阿公阿嬷的生活日常有着一段非常大的差距哦。神社的环境清幽，适合聊天谈心，加上大家在心理上都会觉得在这么神圣的地方，山明海水，有神明来做见证，对方说出来的话应该都是真心话吧。一样是寺庙，日本时代的青年男女不会选择在台湾传统寺庙约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太多了啦，人挤人，大人小孩一阵吵闹，外加敲木鱼耸肩南摩的这种声音，怎么谈得起恋爱啦？所以呢，我们就在谈到金融入梦那一集，我们说的一样，空旷安静气氛佳的神社才是约会的好选择。从古至今，人心不变，聪明的就懂。我们今天有图有真相的左荣写真馆日本时代有声有影自由恋爱单元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最后再强调一次，自由恋爱只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男女的勇敢选择，而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名门家庭的子女，婚姻这件事情还是由父母做主的哦。如果您也喜欢每隔周三晚上8点更新的有图有真相日本时代历史，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咯，Dewa Matane。